弟兄姊妹早晨，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好吗？今日天气如何啊？有冇睇呢个总统嘅辩论啊？我冇啊，因为我都惊瞓觉。我屋企嘅老人家祈祷咧，我妈咧而家仲讲紧嘢。我妈咧佢就祈祷咧就话求主保守佢精精灵灵啊，听到嘅时候唔好瞌眼瞓。我覺得是很實在的祈禱，所以我們其實很感恩，感恩天父給我們有好的天氣，有好的睡眠。你們睡得好嗎？昨晚睡得好的跟大家說聲早晨先。早晨，我們給點鼓勵大家，給點掌聲，因為你們決定一早回到教會那裡呢敬拜天父，其實我們是很感恩，我們能夠有健康的呼吸，有健康的腳步，可以行自由行走，來到回到神的家去敬拜天父。那我多謝天父都讓你能夠有這個腳骨站起身，好嗎？我們站起身，我們一起我們今天首先用經文來到讚美我們的天父先，好嗎？很漂亮的一個經文，詩篇86篇9至10節，我們一起讀，好嗎？主啊，你所做的萬國都要來在你面前下拜，他们必荣耀你的名，因为你是伟大的，并且行奇妙的事，只有你是神。You are the only God. 主是伟大的，主是 mighty， 主是 powerful。手所做一切奇妙大功，看见圣数，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使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宰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
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神你名尊贵，高声称赞尊贵，各方都可看见，神你名尊贵，荣光照遍万里，君尊的上主，愿各族也颂唱，各地也颂唱，我哋一起歌唱。光辉耀眼，连黑暗都被推，震动彻万邦，震动彻万邦，神你名尊贵，高声称赞你名尊贵，各方都可看见，神你名尊贵。属你，历世会变改，历世会变改。神灵三一父亲，圣灵基督是永活救赎主，永活救赎主。神你名尊贵，高声称赞你名尊贵。方都可看见，神你名尊贵，神你名尊贵，高声称赞你名尊贵，各方都可看见，神你名尊贵，各方都可看见。神你名尊贵，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哈利路亚 ，Amen。感谢天父 ，Amen。亲阿爸父，亲阿爸父，我哋要称赞你。因为我们各种的美事，我们要称赞你。天父啊，我们为到你给我们有这个呼吸畅顺，享受你给我们的空气。我们为到你给我们有好的家庭，我们有好的工作。我们也都感谢你给我们有适当的困难，你与你同在，我们去能够经过。我们多谢你一切的医治，在我们遇到这个病痛困苦，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前路的时候，耶稣啊，你就用你的爱告诉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所以主，我们要称赞你，无论有多少个 reason， 有多少困难，我们都要赞美你。我的心赞颂上帝圣善名字，颂赞歌声震动，要称谢向至高者赞美，上帝应当赞颂，我的心赞颂上帝圣善名字，颂赞歌声震动，要称谢
向至高者赞美。晨光初升，日头渐渐发亮，再次献上赞美歌声，忘记了世事，抛去心中一生忧虑，我要唱赞美直到天色晚，上帝应当赞颂，我的心赞颂上帝圣善名字，颂赞歌声震动，要清谢向至高者赞美。神满有爱，你容易见法路人爱圣洁，看顾好诗人，怜悯爱正义，我要一生歌唱。我再有理句万个当称赞， Amen. 上帝应当赞颂，我的心赞颂上帝圣善名字，颂赞歌声震动，要清谢向至高者赞美。时间到了，剩余力竭气，若离去世界，我已到终点，不惜歌声在我心中呼喊，赞美你永远直到天覆盖，上帝应当赞颂，我的心赞颂上帝圣善名字，颂赞歌声震动，要清谢向至高者赞美，上帝应当赞颂，我的心赞颂上帝圣善名字，颂赞歌声震动，要清谢向至高者赞美，向至高者屈膝，向至高者赞美。哈利路亚 ，Amen。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感谢你的歌声，将一切荣耀颂赞都交俾主。哈利路亚，大家清楚。姊妹早晨，今天很感恩呢，我们有叶如波牧师在我们当中。叶牧师呢，他是过往呢是在这个基督工人神学院是担任这个副院长，现在他已经退休了，虽然你说他有跟我讲他说都得闲了，但其实呢都未必一定是说很多的，因为很多教会都是很想邀请到叶牧师 去正道啦，这样我们有机会去 听到他正道。那也都提一提给大家少少了解啦，接下来明年度的2025年的讲员呢，我们请到叶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做这个的是下即係呢個嘅我哋嘅 retreat 嘅講員，即係退休型嘅講員。咁我哋而家將時間交俾葉牧師。好，唔該，好。各位弟兄姊妹好。好，嚟過好多次㗎啦，所以咧同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好熟悉㗎啦。
尤其是上一次 retreat 印象都好深啊，尤其是見到敬拜小組咧，佢哋真係非常之好啊！音樂同埋所唱嘅歌，預備我哋嘅心靈，先能夠唱歌嘅時候，心裏邊都好有感動啊！多謝多謝敬拜小組啊！先頭牧師問大家啦，有冇睇總統嘅辯論啊？其實係好噶。即係唔係淨係話你熱衷政治咁解嚇？其實咧，今時我哋喺美國，你住喺美國做美國公民，咁你梗係應該要關心呢個地方呢、這個國家嘅平安，啱唔啱啊？係嘛？雖然話我哋都唔係差唔得幾多嘅啫，盡可能啦，係嘛？即係你有咩能力嘅，你了解嘅，你參與啦，嚇啊！同埋有啲人話我哋喺加州啊，嚇選邊個都差唔多㗎啦。是啊，你選邊個都係可能改唔到噶啦，嚇！不過仲有好多其他嘢你可以投票嘅，嚇！你要參與，你要了解，呢個咧係要學習嘅，啊！而且喺嗰啲嘅認識嘅裏邊咧，你就知道啊，更多明白到而家呢個世代咧係好大好大嘅天翻覆地嘅喺度轉變啊！所謂更加我做基督徒咧。雖然我哋咧係我哋話我哋只不過係做客旅，短暫呢度好短嘅啫，我哋所以我哋而家喺美國嘅華人咧叫做咩啊？叫做旅居華人，係嘛？我哋客旅嚟嘅啫，唔係長久噶嚇。啊，從第一國嚟到呢個第二國，將來就去第三國噶啦。呢個係遲早嘅問題嚟嘅，但我哋既然活喺呢個地上邊嘅時候咧，我哋要為呢個國家、為呢個地上、為呢個世界求平安，呢個係咧神嘅心意、神嘅命令。今日同弟兄姊妹要分享一段嘅經文咧，就係詩篇33篇。33篇啊，呢篇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意思啊！特別呢、這個內容咧就講得好好廣泛嘅，好多樣嘢嘅啊，所以咧全部22節咁多。我今日一次過要講曬喎，但我將佢好濃縮嘅嚟到咧，同弟兄姊妹咧一齊睇一睇。嗱，呢篇詩裏邊，係講到一個國家係點樣先至蒙神嘅賜福，你話重唔重要啊？非常重要啊！尤其是我哋咧，我成日覺得我哋而家特別，而家喺呢個時代更加覺得重要添，因為我哋咧，我哋係點啊？我哋係。如果你入咗籍嘅話咧，你就叫做美籍華人，啱唔啱啊？嚇，係美籍華人啊！咁咧，你又係美國籍嘅喎，但係同時咧，你又係華人喎，咁啊嚇！我教書嘅時候，好多學生啊，東南亞嚟啊，台灣嚟啊，中國大陸嚟啊，咁啊，有個學生問我喎，葉牧師，你愛唔愛國啊？咁，我諗一諗，你國係指邊個先嚇？你是指美国啊，定系中国啊，定系爱神嘅国先？你搞清楚喎，系嘛？咁尤其是我哋系信徒啊，我哋系跟随神嘅人咧，我哋应该对呢个方面咧有个清楚嘅立场啊。我哋唔好先政治行先，我哋有一个正确嘅真理信仰，因为我哋基督徒啊嘛，系咪？所以今日咧，我同弟兄姊妹啊，透过呢篇诗篇嗬，当呢篇诗当时写嘅时候咧，系犹太人啊。他所講的國家咧，神所賜福的國家就是神所揀選的以色列人、猶太人啊。但係佢嘅向神嘅祈禱，佢所講嘅心願，亦都可以成為我哋今日一個屬神嘅人，我哋嘅心願。乜嘢係有福嘅國家咧？因為好長啊，所以我就唔讀個經文啦。因為我哋陣間講落去的時候咧，大家可以睇到嘅有福嘅國家。一開始的時候咧，好似一篇詩裏邊咧，你都知道嘛？一篇嘅詩篇咧，佢咧就咧有前言啊，一後來最後嗰個嘅回應，中間嗰段咧係主要嘅信息。咁分為3段嘅嚇。一開始嘅時候啊，呢篇詩篇咧就話俾我哋知一個有福嘅國家嘅基礎啊，或者話咧其實一個點啊，一個前點啊，一個前奏嚟嘅啊。就好似我哋而家敬拜嘅時候，你一嚟到嘅時候先唱歌，係咪前奏啊？呢個前奏好重要噶，
頂住，你千祈唔好話你未開始講道，頂住唱歌先至嚟啦。有啲人佢話：話我唱歌又唔得嘅，所以我哋唱唔到，所以頂人唱完之後我先入嚟啦。咁唔好咁樣做，千祈唔好咁樣做啊！因為呢個敬拜嘅時候咧，你盡力你參與啊！對唔住，我咁講唔知啱唔啱啊？嗬，即係如果你話我唱真會走音嘅喎，咁啊唔好咁大聲咯、啊。你知道嗎？即係唔係過唱得噶嘛？我明白啊，係嘛？唔係過唱得嘅，你仲要我大聲唱喎、啊？哇！咁啊真係連行帶走，嗬、啊，即係俾佢走音王喎、啊。啊，咁唔係好方便嘅，嚇、啊。但係如果你係全程投入嘅話咧，唔在乎你大聲細聲，啱唔啱啊？你有心就得噶啦，我平時都冇乜唱歌嘅，我中意聽歌嘅啫，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唔唱歌唔得嘅。啊，但係唔知點解我沖涼嘅時候，我就好自然會唱歌嘅喎。我太太啊，我師母啊，唱歌好叻噶，獨唱噶。佢成日出面聽到我唱歌就話：乜唱到咁樣㗎？唱咁樣咩？呢度又唔啱，嗰度又唔啱喎。我出嚟話俾佢知。我話我唱歌係我開心啊！我唱歌咧有時又默想神啊，感恩啊，不期然有啲詩歌就喺我腦裏邊嚟到產生噶啦，所以咧呢個係我沖涼時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前奏啊，成個過程啊，全過程咧係好開心嘅，好 relax 嘅嚇。我話我唱歌主要係我開心，我唔係唱俾你聽啊。你应该知道唱歌的人投入开心，为我开心。你不要在这里指指点点。我师母说是你说得对。我很少这样答我的。很少的。这个呢很感恩。好了，这个是前奏来的。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国家是一个什么的国家呢？里面呢它有一个形容的。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咁睇到啊，我特別咧有用顏色嘅，藍色嘅，你又睇到啦，哇，講到呢個國家裏邊嗰啲係咩人民嚟嘅咧？呢啲嘅人民又會做啲乜嘢嘢咧？其實呢度咧已經講俾我哋知，一個國家如果係有福嘅話咧，就唔係話佢哦，而家好有錢啊，發達嘅國家，哦，佢嘅政治啊，佢嘅軍事啊，話好強盛，哦，就非常好啦。呢個唔一定係好事嚟嘅，即係等於一個人嗬，一個人，你話冇錢，梗係唔好啦，窮梗係好難啦，係嘛？但係佢好有錢咧，唔一定係好事嚟㗎，你知唔知啊？人就係咁樣㗎啦，冇錢又唔得，太有錢咧又出問題㗎喎。你知唔知啊？呢個係真實嘅情況嚟嘅。嗱，呢次話俾我哋知嗬，呢度咧啊，呢個有福嘅國家係一個乜嘢嘅國家？係一個點樣情況嘅國家咧？嚇，呢處咧係話俾我哋知嚇。嗱，呢個人民咩人民咧？嗱，我呢處咧啊，同大家睇下幾樣嘢喎。嗱，第一樣嚇係咩人民啊？嗱，呢啲咧係神嘅子民嚟嘅。嚇，所以我哋活喺呢個生活在一個美國的國家裏面，其實我就明白到就是說，其實這裡其實很多人都是信神的，美國人他們是信神的，當然有不同的程度，你看看哪些人，我看到有些人他們真的信神是很真誠的，非常真誠的，在我自己住的地方斜對面有一家人真的很敬虔的，教仔女各方面他們的生活非常好，所以咧，佢屋企裏邊種咗好多果樹喎。琴日叫我走去摘佢啲土啊，摘佢啲李仔啊，我都唔使去咩咩人嗰啲咩地方去摘果啦，因為去佢嗰度斜對邊就好多到摘唔曬啊！我攞翻嚟之後，仲即走去分派俾人添啊！咁我就問佢，我話：誒點解你咁好啊？係一有水果收成就揾我摘，揾我去摘果啊？咁佢話：我哋都係基督徒啊嘛，嚇咁啊，梗係第一個嘅。但開始計益你先啦，嗰啲美國人嚟噶，佢係真係好嘅，非常之好嘅。我哋大家都係弟兄姊妹啊嘛，所以水果收成咧就先叫你嚟先咁。哇！真係個心都甜曬我，真係非常之好啊！所以我哋又帶啲禮物送俾佢，攞啲水果翻嚟禮尚往來啊！呢就話俾我哋知啊，呢個國家如果係神賜福嘅話咧，佢哋係神嘅子民，認識真神嘅。
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啊，因为认识真神的缘故呢，你看下面呢，这些子民呢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义人，是正直人。啊，因为认识真神的缘故，神就会带领我们明白真理，行在真理的道路上面。啊，你想一想啊，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哇，好多人啊，还是不是行真理啊？还是不是正直啊？啊，你听下辩论你就知道啦，是吧？辩论之后呢，啲人就分析啦，这个人呢讲了9次大话，这个讲了20多次大话。即是 我自己是这样想，有些是真的大话来的，有些都不是真的大话，这些是夸张。你知道辩论的时候呢是要夸张的嘛，要夸张才可以呢，即是攻击啊，或者表达你的立场的嘛，是吧？这个是一个夸张啊，尤其 有一个人是他出了名夸张的了，你要知道他是这样的了。我不是帮他的原因，我只是觉得呢，对我来说呢，不好意思我这样说，几乎所有政治家呢我都是不信他。啊，这些政治家讲嘢是这样的了，就是这样。其实这个是不好的，我做基督徒的话呢，你就告诉我们，义人啊，正直人啊，这些人呢不单止是神的子民，而且他们很由心地向神发出赞美。你看下面讲到他们唱歌怎样唱歌啊，他们对神的关系就是他们敬拜赞美神，第三节啊，连续几次去形容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歌颂他，还有向他唱新歌，啊，有新歌有旧歌，几好啊！还有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哎呀，我一看到这里这样的敬拜呢，我就觉得哎呀，在音乐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有点惭愧，是吧？你知不知道我都学过弹琴的，我弹 piano 我弹了2年的，学了2年之后就决定不再弹了。因为知道没什么前途。不过呢，即都是有些学过的话都是好的，对自己有些帮助的。你看人家，弹琴，弹失，歌颂，要唱新歌，还要弹得巧妙，不是那些那些很难听的那些。我两个仔都弹 violin 的，我大仔弹得不错，小的那个就弹得两弹，我就说不要浪费钱了。又要我送你去，你又这么辛苦，为什么又辛苦又要浪费钱呢？不需要了，还要呢唱歌呢声音洪亮，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敬拜的时候，有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全程投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一起的，你要参与，大声细声不重要，你那个专心的向神那种的真诚的敬拜，神是知道的，神都是会赐福的。不单止这样，讲到这些神的子民，他们歌颂赞美神，而且他们赞美这位神呢，值得我们敬拜，所以讲得很清楚的。我们敬拜他为什么？因为他是正直的，言语正直，他做的事是诚实的，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神的慈爱。所以你敬拜什么神的话呢，这个神就会带领你的人生过什么的人生。所以有些人说的话很好的，他说你是什么人呢，就会做什么事。你的人是对了，你所做的事都是对的。个人不对的话呢，做多少都是不对的，明白吗？即个人自己的心不对的话呢，想的事做的事都是不对的。但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识真神，这个神是一个正直公义慈爱的神，这个是我们最好的，是我们的那个的根源。我们相信他，神帮助我们的人生呢，都会过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生。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他先将那个就是我们和神之间那个地位那个关系呢先讲清楚。这些的人呢他敬拜赞美神。好了，到下面呢就开始了，从第6节开始，第6节一直到19节，他就讲这个国家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是可以有一位这么好的神可以依靠。你想想我们在美国的地方呢，其实呢虽然你说现在都很世俗化，很多不好的地方，人是会这样的，在末世的时代是会这样的。所以我时常听到有些人说，哎呀世界这么乱，哎呀真的不好了，主耶稣快点回来算了。你有没有听人这样说？
啊，成日都話呢呀，咁唔好啊，嗰度又打仗，嗰度又緊張啊，咁犀利，即係都快啲翻嚟算啦咁。我話係，我哋都知道到最後有一日咧，主耶穌翻嚟，我呢個世界咧就係到咗個終結啦，嗬。但係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喺古往今來呢個時代裏邊，都係不斷嘅喺度風雲變幻。只不過而家咧輪到你去面對啫嘛，你睇到啫嘛，啱唔啱啊？啊，所以我時時話，如果我哋話，哎呀，我哋而家好難啊，咩乜乜啦，我話你難唔難一個以前抗日戰爭嘅時候啊？你難唔難一個曾經歷過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咧？譬如我哋父母嗰一輩，父母嗰一輩啊，呢處有冇人曾經經歷過二次大戰噶？有冇啊？冇啊嘛，係嘛？因為啱啱啫慶祝。咩唔係慶祝啊？嗰、那個紀念嗰個諾曼第登陸啊，係80年前嘅事喺歐洲啊，啊知唔知啊？嗰件事喎，哇！嗰啲出席嘅嗰啲咩啊？嗰啲佢啲 veteran 啊，嗰啲美國嘅退役軍人啊，幾多歲啊？80年前佢曾經喺諾曼第嗰度打仗唔死得嘅喎，嚇！咁諗下佢幾多歲啊？如果佢18歲當年當軍嘅話咧，咁80年後幾多歲啊？80+18。98歲喎，真係不得了！98歲，18歲上戰場，你想一想，哇！嗰陣時幾犀利、幾轟烈嘅事情啊！嚇，但係因為嗰啲人咧，佢哋嘅犧牲咧，先換嚟後來嘅和平啊！所以你想一想啊，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啊，你又了解到哦，其實過去啊都有好多艱難嘅日子過去咗啦。而家輪到我哋去面對嘅時候咧，我哋更加咧要知道，哦，其實咧神咧帶領住呢個整個歷史嗰個進程，我哋咧要留心神嘅作為。所以我咧就唔會話，哎呀，世界咁艱難，算啦，主耶穌快啲翻嚟啊！係，主耶穌會翻嚟，但係主耶穌未翻嚟之前咧，我哋要盡我自己嘅責任，要留心呢個世界發生咩事，為世界祈禱，為社會祈禱，為大家平安要祈禱。同埋盡自己嗰個責任，喺呢處話俾我哋知，一個有福嘅國家，神係幫助佢哋嘅。佢將佢咧分為咧幾方面咧，神點樣幫助我哋，話俾我哋知。我同第一節弟兄姊妹啊，簡略嘅睇一睇，哦。嗱，一開始嘅時候咧，嗱，你知道，通常咧喺詩篇裏邊咧，佢哋時都會咧嚟讚美神嘅創造嘅。嗱，所以呢個咧係咧即係慣常嘅，因為睇到呢個世界咁。即係點啊？嗰個宇宙咁奇妙嘅時候咧，你唔可能睇到咁偉大嘅呢個宇宙咁浩瀚嘅時候，你仲覺得自己好似人好似好了不起啊！所以我即係我時覺得就係話，即係我哋如果多接近大自然嘅話咧，啊，如果你出年去退休會嗬，啊，記得預咗時間咯喎，啊，教預快啲話俾你知幾時先，咁你就將嗰個時間咧寫低喺你個 calendar 嗰度，預先撥咗出嚟先，啊啊！如果你真係有心做咧，一定做得到嘅，嚇、啊！咁你連度假你有時間，你去滑雪你有時間，啊？點解你去搞退休會就唔得咧？啊！其實呢個一個好好嘅日子，如果去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專心去敬拜神，一齊頂姊妹咧嚟到學習啊，嚟到咧親近神，呢個係神賜福你嘅一個機會，將個時間劃落嚟，啊！去到嗰個退休會裏邊咧，接近大自然，哇！你覺得整個人咧～都點啊？清新咗啊！啊，就唔係喺個市區裏邊咯，成日都係翻工、放工、食飯、瞓覺、娛樂。哇，好似對唔住咁樣講啊，好似好俗氣咁樣啊，俗氣咁啊，就唔係又唔係話俗氣嘅，呢個生活係需要嘅，係嘛？但係我哋人都係需要咧，即係唔好淨係俾個生活咧嗰啲嘅嗰啲事務咧嚟到捆綁住我哋，我哋反為咧更多嘅有多啲機會咧有心靈嘅空間。以致我哋可以咧多啲想一想，誒，我哋人生為咩活著啊？我哋人生咩先係幸福啊？先至係真正係有實質啊？呢個係人需要咁嘅空間。所以呢個詩篇嘅作者都係咁話俾我哋知。當佢講到神嘅依靠，講到神嘅偉大嘅時候，佢一講就先講神嘅創造，呢個好自然嘅。第六節到第九節，佢話俾我哋知，神咧就係呢個創造天地萬物嘅主宰，呢個大家都知道噶啦。但問題就係佢點表達咧？啊，而家佢呢時所表達嘅話咧，其實佢所講嘅嘢咧就非常之接近詩篇，唔係呢個唔係詩篇第八篇固然係啦嚇，更加係接近創世嘅第一章。當神創造嘅時候咧，
呢個就係用，只不過呢度用詩去再進一步去描寫啫。呢個世界係點樣被造而成噶？佢話諸天嚇，嗱、呢個好偉大嘅諸天啊！當然啦，當時嗰個作者講諸天嘅時候咧，佢又唔知道，好似而家我哋科學裏邊所知道嘅，哇！原來有宇宙嘅喎、哦，哇！真係有外太空嘅喎、哦，有更大佢唔知道，佢淨係知道呢個好宏偉嘅呢個整個大自然界。佢話諸天係藉耶和華嘅命而做。嗱，佢將神嘅名講出嚟，耶和華嘅命而做萬象嚇，有呢個萬象，即係呢個我哋中文嘅翻譯嚟嘅嚇，即係整個嘅宇宙嚇啊！呢個咁奇妙嘅呢個天際咧，係藉佢口中嘅氣而成咁啊！咁啊一度講到神嘅命令嚇，神嘅發命令，一個佢嘅氣咁啊！咁啊，即係你知唔知啊？我哋如果照睇咁嘅話，覺得好似氣咁，即係佢氣好有力量咯喎！咁啊，即係好大口氣啦，係嘛？嚇，唔係咁嘅意思嚇。其實呢個氣係表示個力量嘅意思，表示力量啊嚇。我聽啲人講嘢，哇，講唔耐，仲咁大聲，哇，乜你咁好氣㗎咁，係嘛？啊，即係話你好有力量咁解啊。所以呢説講到佢命令，講到佢嘅氣咧，表示神咧，佢只要講説話咧，就將事情做成啦。我就覺得呢個咁嘅描寫咧，其實係強調咧神嗰個偉大。但其實神個創造嗰個過程係點樣嘅咧？聖經裏邊冇清楚話俾我哋知，冇清楚嘅。啊，如果你讀創世記第一章嘅話咧，一至六日嗰個創造裏邊咧，其實都係將個重點講出嚟嘅啫。佢唔係詳細話俾你知嘅，唔係詳細。佢重點都話俾你知，每一日都係按照神嘅命令就成咗咯。呢個先係嗰個重點啊！啊！跟住咧，啊，佢再有啲描寫喎，呢啲描寫咧就係即係非常之嘅點啊，用一啲嘅所謂嘅擬人法，所以你要即係如果你睇你啲咪嗰啲嘅詩歌咧，佢係用一啲嘅點啊，用一啲好高度嘅一啲嘅文學去表達出嚟嘅，啊，佢就講啦，啊，他聚集海水魚類咁啊，嗬，哇個海咁大嗬，哇佢將佢咧全部聚集起上嚟。好似個堡壘咁樣嚇，好似啊一啲波濤洶湧啊嘛，堡壘咁樣嚇，又深藏呢個深洋啊，唔係收藏呢個深洋再庫房咁。啊，我哋覺得浩瀚嘅咁大嘅海洋嗬，無論係大西洋啊呢個太平洋嗬，咁大嘅海洋，但係在詩人嘅嗰個描述裏邊咧，就好似咧就係、是、哦，原來係神嘅堡壘嚟噶。是神的一個點啊？一個點啊？一個大水池嚟嘅咁啊！啊，我想問你，你屋企住嗰度？你自己住嗰度有冇私人泳池啊？有冇啊？有啊！啊，如果有啊，多謝你啊！感謝你啊！感謝神，因為咧神咧賜福俾你啊！不過我哋喺加州咧，如果你有私人泳池，即係你真係有翻咁多有錢先得啊！啊，但係如果你住喺德州就唔同啦啊！住喺德州嘅話咧，哇，好大笪地嘅，分分鐘乾淨嘅泳池。啊，唔係好貴嘅啫，因為點解我都住過加州，我住過呢個德州啊，我住喺 Houston 啊，因為咧一到夏天嘅時候熱到不得了啊，哇！所以我啲細蚊仔咧就日日去游水啊，其他運動都唔使去做噶啦，哇！熱得咁緊要，我所以曬到兩個黑人咁黑啊，只有游水係最涼爽噶啦啊！你試下企喺太陽下邊啦，一分鐘你都頂唔順啊，太熱啦啊！呢説話俾我哋知嗬，哇！嗰啲海洋啊，嗰啲海水啊，喺神嘅眼中咧，只不過大水池一樣嘅啫。呢個係個描寫嚟噶，完全地敬畏耶和華，願世上居民都懼怕他啊！無論係認識神嘅、唔認識神嘅，都知道啊，神咧係我哋嘅主宰。仲有咧，因為他説有就有，命立就立。嗱，呢個咪起碼。就係詩篇第呢個創世嘅第一章所講嘅啦，係咪啊？神説有就有啊，有晚上有早晨這一日。呢個就講到神嗰個創造咧，係用個權能去做出嚟嘅啊。呢個係創造嗰個奇妙。如果你知道神係創造嘅主宰，所以唔單止整個宇宙佢創造，包括我整個人生都係神所創造。所以唔單止我個被造，而且一生嘅裏邊咧有神所安排嘅旨意，我只要按照神嘅旨意，好啲活出我嘅一生，我的人生就唔係白活嘅。
所以呢个系一个点啊？呢个系一个对于我哋人生嘅一个点啊？一个嘅定位啊，非常之嘅重要嘅吓。如果我哋冇呢个定位嘅话咧，就觉得啊，人就咁过，我又咁一个，咁就活完咗一生咯。咁究竟结果嘅时候，我哋得到啲乜嘢咧？我哋讲有咩值得可以讲嘅咧？系咪？嗱，呢个咧，你个定位咧，呢个诗人先话俾我哋知。跟住第二方面，佢会讲嘅，从第十节开始，十到十七节咧，佢就更加进一步咧，就讲到整个啊国家、社会啊民生嘅问题咧，各方面咧啊，佢都讲到一个神所赐福嘅国家，唔单止我认识到嗰个创造主嘅呢、这个嘅呢、这个源头，哦，所有嘅物资啊，呢、这个世界啊等等啊，阳光啊、空气都系神赐俾我哋嘅，所以人唔可以以为自己好了不起，人定胜天。而且唔单止呢个宇宙系神所创造嘅，更加整个人类嘅历史，我哋以为话自己创造历史啊，以为话啊我哋英雄做时势啊，唔系，其实咧系神引导着整个历史嗰个进程。喺从喺十节到十七节，佢一直咧就讲到咧神点样引导历史，而且警戒我哋历史里边会实实发生咩事情。呢处咧讲几样嘢，同弟兄姊妹咧简单提一提。第一样，十节到十二节，佢讲乜嘢咧？一开始嘅时候咧，你发觉到咧呢段嘅圣经里边咧，讲到好多一个字咧重复出现嘅，系乜嘢啊？愁算、思念，啱唔啱啊？吓，因为你知道咧，一个国家或者各国之间咧，成日都有所谓咧，哇，点样嚟到谂下我国家嘅好处啊？吓，国家点样能够咧富强啊？又而且咧同另一个国家咧有竞争啊？古往今来都系咁样嘅。好少啲國家會話：哎呀，我哋自己好啦，同人哋又好啦，大家都好啦，世界和平啦。好少嘅，通常都係咧自己唔好咧，就要想自己好；好嘅時候咧，又想搶埋人哋嗰啲添。成日都係咁樣嘅。呢個世界咧係永遠冇安寧嘅。聖經話俾我哋知，耶和華使列國嘅籌算歸於無有，即係話咧諗嘅嘢咧都係冇用嘅。人以為自己好有聰明。可以怎样来征服别人，可以自己来强大。但神说你的筹算是归于无有。还有第二句，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连续重复两次。我觉得这个是和合本一百年前的翻译的。我看到什么叫做无有呢？归于无有。那么没有还是有？吓无有吓吓，依家第二句应该话应该没有功效，咁我就明啦嘛，系咪？佢话无有功效咁啊，我都唔知呢啲系咪即系系咪以前嘅中文系咁样嘅咧？吓系咪古文都有嘅，只不过而家唔兴用嘅咧？吓，如果我问你啊，有冇钱啊？咁你话冇有咁吓？喂，冇有嗰啲有定冇啊？吓，你话冇有喎？啊！我哋廣東話好得意啊，咁啊！哦，呢個人啊，你問佢啊，嘥氣啦，佢白帽嚟嘅，即係乜都冇。啊，你話白帽，我知你點解喎？佢話無有，其實即係話冇咁嘅解。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可能係好耐以前咧，係可以咁樣表達嘅，只不過而家就唔通用嘅啫。神話人嘅籌算啊，中文嘅籌算啊。唔得噶，以為暫時得噶咋？你睇古往今來，嗬，哇！嗰啲希特拉啊、拿破崙啊，哇！以為自己可以幾威猛啊，可以統治別人啊，結果咪又失敗。一個一個嘅佢呢個野心家都會失敗嘅。仲有啊，但係耶和華嘅籌算咧，永遠立定，佢心中嘅思念萬代常存。有冇睇到啊？做個對比啊，人所籌算嘅，似乎暫時係成功嘅。但始终都会过去的，一个国家一个朝代会过去，但是神的筹算神的计划是会继续的。跟着呢就这一句说话，就可以说整篇诗里面呢这句说话讲出那个重点，亦都我讲到那个主题。这句话，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你说这个挺好啊，是吧？所以我哋作为一个属神嘅子民，一个咧有认识真神信仰嘅一个国家里边嘅子民，我哋系神所赐福嘅，我哋要好感恩，非常之嘅感恩。
以色列人他们本来都是相信真神的，但是现在以色列国他们是不是真的走在神的道路上呢？这个呢我们可以想想了，是吧？现在以色列的情况也是 很危急，很多被人家包围着，他们现在走的路对不对呢？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是要保护自己，但是如果用强权用武力，是否能够解决到所有的问题呢？所以这些政治上很复杂的问题，但是重点就是这个国家里面的子民和那些做领袖的是否真的认识真神，这个才重要，这个才重要。如果不是单靠人的力量的话，都只不过是暂时的，解决不到问题。所以这个呢讲到在神掌管这个世界人类历史的时候，人的筹算虽然很多，但是都是会过去，但神的计划是会继续。唔單止咁樣講添，進一步咧，佢更加喺呢處咧，好似先頭所講嘅，神用一個聖經裏邊咧，用一個擬人化嘅表達嚟講出神咧，其實咧係一個活嘅神。如果話佢帶領人類嘅歷史嘅話，佢點樣帶領咧？原來咧，佢喺天上觀看啊！這個咧，我哋中國人就有啲咁嘅俗語啊，咁樣講噶啦啊！我哋話人在做，咁係咩啊？天在看啊，係嘛？你以為冇人知道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啊？唔係噶，神咧從天上觀看，哇！咁啊，神喺高天上邊喎，原來咧睇住曬我哋喎。你冇以為我哋啲俗話叫做咩啊？山高皇帝遠，神邊知得到我咁多嘢啊？神知道啊！呢處咧有個字咧重複出現嘅，就係。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字，是那些同义语出现的，神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他从居所，他从他的居所，神天上有居所的吗？这个形容，是不是？就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即是说一切我们地上人类发生的什么事情呢，他都知道，他不是不知道的，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如果他知道为什么世界这么乱，很多人就会埋怨上帝的了，为什么过去有几年疫情死了这么多人，如果你的神是有能力的，为什么他不制止那些疫情，如果你的神是慈爱的，为什么他让这么多人死亡，很多人呢平时他不见他猛讲讲神讲神那些东西的，一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说，神不好了，都是这样的，通常好的时候就，自己好了，现在我几厉害，现在我几进步，一不好的时候呢就赖那个赖埋上帝，永远都是这样的，先告诉我们神是知道一切的，我们人所看的只不过历史进程里面的一个很短的部分，但是整个过程呢有神的引导，亦都有神的许可才会发生的。这个疫情，我以前都跟某些人讲过，我说讲这个疫情，其实是真的天灾抑或是人祸呢？你说哪样啊？可能两样都有，又是天灾又是人祸，而且人祸还搞到天灾更加严重，对不对，各种情况都有出现的，是吧？这话告诉我们，上帝是知道这一切的，上帝不是不知道的，他知道一切。还有，不单神知道一切，最后呢讲到打仗，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这处呢特别讲到呢，在个国家里面很多时候都是那些独裁者，那些野心家，他就呢希望自己呢可以有更大的权力，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还以为这样做呢，哎呀，是造福世界，成日都是这样的，那些德国，要第二线的时候，要打败整个欧洲，他都是说我是想复兴欧洲，是吧？那些日本人，他要打来中国，他说哎呀，我要解放你们，你们满清，你们中国这么软弱，所以 我为了你们好，我解放你们，骗人的。所有野心家讲起都是骗人的。要凡是反去发起战争那些，其实呢那些都是野心侵害别人的人，所以这话告诉我们，那些以为自己很有武力很有力量的人呢，其实呢他没有对世界有益处，反为危害这个社会，危害这个世界。圣经说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因为古代呢兵多就最叻噶啦，人海战术啦嘛，而家唔得噶啦。你以为人多就有用噶？冇用噶，而家人多唔得噶啦。仲有咧，勇士不能因力大得够啊，因为古代里边咧，边个大力就去当兵啦。而家唔系噶，而家边个聪明啊？我用电脑嚟打你啊嘛，系嘛？用无人机嚟打你啊嘛？要靠力大嘅咩？啊，你净系力大就唔够噶喎啊！仲有靠马得够是枉然的，系睇住啦。佢连续讲几样嘢喎。係嘛？講兵多，講勇士，仲靠馬啊！因為古代打仗咧，馬係最犀利嘅啊！古代嘅馬咧就等於坦克車，等於嗰啲戰車可以走得快啊！所以以前嗰啲蒙古兵啊，哇！走去打嘅時候打得幾犀利啊！因為佢哋馬上可以射箭，百戰百中，幾犀利啊！啲説話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又不能因力大救人，即係話。世界上的人以为靠自己的军事政治力量可以统战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不过是人的妄想，人的野心，所以无论哪个国家如果要侵占别人的话都不得到神的喜悦，这个整个人的历史里面就告诉我们，到最后他讲个结语，这个结语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个神是我们所依靠的神，因为他不单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而且我们只要看到历史里一路这么多千年在演变，我们以为好像很慢啊，为什么啊，很多不明白，其实神在带领着历史一路从开始创造直到将来呢，新的新天新地，从这个创造到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都在神的掌握的底下，在那个过程里面呢，神呢是看顾我们人类的，虽然里面有很多的转折很多的困难，但其中神看顾我们，我们都看到很多很多那些依靠神的人，神会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危难，所以这个诗人呢在这个他讲到神那个看顾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他又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耶和华的眼目，先来不讲到神留意世人的，他就特别提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如果我们敬畏主的话，难道我人生的困难神会照顾我吗？神会来到看顾我吗？神一定会知道的，如果神让这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但既然发生了我们要去面对，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是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一个有信仰的人不是表示说我们人生没有困难的，不是表示说我们可以逃避困难，神就自动就是降雨给好人就不降雨给坏人，又不会只是太阳就晒好人就不晒那些坏人，不是这样的，反为在人生里面当我遇到很多经历困难的时候，神帮助我们学习更多晓得去敬畏他，就不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要归向神，我们平时生活里面都知道哦，原来敬畏神是对我们有益的，原来我们仰望神的慈爱，神是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就我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观念，就是说哦，那些人都是弱者才走去成日要祈祷，弱者就要依靠神，因为我们哇，你很厉害的，我们不用依靠神，错了，那些反而是自己很本事的人，虽然他可能真的有些事情是很顺利很成功，但他真正的人生是不是真的顺利呢？他人生是不是真的幸福呢？是不是真的快乐呢？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是知道的，特别讲到说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可以 survive，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个个都可以脱离死亡，一定个个都可以脱离很多困难，但是各种情况都有，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的一个了解，如果我有大病，可不可以说主啊，一定要救我啊，你不救我的话就证明你不爱我，不可以这样说的，也不可以说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神你帮我解决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神你即是没能力，
唔可以咁样讲。神冇错系有慈爱，神冇错系有能力。吓，圣经话你出你入，神都保守你，从今直到永远。诗篇121篇啊嘛。所以我哋成日唱一首诗，我哋读一首诗篇嘅时候咧，就觉得哇，神系好好嘅。但有时唔等于话每一个情况都系咁样噶嘛。呢个一个信念，亦都系一个神俾我哋嘅应许，呢个冇错嘅。但系咁样唔等于话将圣经咧，我有时讲，我话有啲基督徒咧，将圣经当咗护身符，当咗护身符。哦，如果有人咧想害你嘅时候咧，我圣经一挡就顶住咗啦。呢个系错噶，呢个系错误嘅观念嚟噶。我哋一个属神嘅人咧，就知道，只要我哋行喺圣经嘅道路上边，神知道我嘅处境。无论神系解救我哋，唔解救我哋，神会俾我哋足够恩典，可以面对人生嘅困难。呢个先系一个正确嘅人生。耶稣话俾我哋知，要救我哋脱离死亡，甚至咧喺饥荒中可以存活。好啦，呢个咧就系咧讲到神系我哋嘅依靠。但系呢篇诗里边咧，佢有一个总结嘅，有一个总结。因为有前言，有后语，中间讲到对神的种种的依靠。一个真正对神有希望，一个国家蒙神赐福，这个诗篇里面做结语的时候，最后呢就提醒我们，从二十节到到二十二节，非常之好的。这个圣经里面他就说，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你说多好呢，就不是有困难的时候才是临急就抱咩脚咁啊？我唔读嗰个字吓，就唔系临渴先至掘井吓。我太多人都系咁样做嘅，咁咧证明你觉得祈祷冇用，咁证明你觉得你信仰冇用，系困难先走去扶一扶啊，扶一扶个拐杖。神唔系一个拐杖嚟嘅，神系我哋人生嘅帮助者。点解你唔依靠佢咧？唔跟从佢咧？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这个呢，诗人讲出我们一向都依靠神的，平时依靠神，困难的时候一样依靠神，不需要突然间就很惊慌，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要明天做大手术了，所以弟兄姊妹全交给我祈祷，大家要禁食祈祷，而且呢在我做手术之前的12个钟头又为我祈祷，在做手术的中间的那10个钟头又为我祈祷，还为到我做完手术之后呢，我复苏的期间呢又10个钟头为我祈祷。哇，用我祈祷呢有整成一个天罗地网保佑我这个手术呢绝对成功。有没有这样做？有啊，我真的遇过这样做啊，真的遇过人这样做啊。有人告诉我某某某某老太太她做手术了，所以要手术前打祈祷，手术中要不断祈祷，手术后要祈祷。为姊妹祈祷，为手术祈祷，我赞成。但是你那个观念认为前中后呢都整一个天罗祈祷网来到罩住你，等你绝对成功。这些是什么信心来的？对不住啊，我可能即是这个我观念，一定大家赞成我，是不是等于这个祈祷就是一个呢，哇，一个怎样，一个法力高强的一个罩住那个老姊妹呢，是吧？我就说其实今天我们应该好的祈祷将它交给神，无论前中后大家都可以祈祷，让神呢亲自的工作，让神的旨意成就。就不是说呢，哦，全部时间都不可以有漏洞啊。他还用讲到，那个祈祷里面还写了时间表，每15分钟就有一个人祈祷的了。免得中间有空隙，有空隙的话魔鬼就入来了，攻破了我们了。哇，你这些天罗地网阵了，这些什么祈祷网来的？我觉得是不是迷信了啊，变成是。我再讲，我不反对弟兄姊妹这样诚心的祈祷。但如果你咁样以为咁样就可以抵挡魔鬼，咁嚟到咁就可以保护佢，就变咗你嘅祈祷咧，哇！即系好似咧，即系唔单止罩住嗰个病人啦，连上帝都罩住啊！你唔听我唔得啊！我祈祷啊，摇动你嘅手啊！你唔听我咧，就扭转你嘅手，扭到你手都要听我为止。唔系咁样噶，祈祷唔系话你要改变神噶，你将你嘅生命交托俾神。让神按照他的旨意，他的慈爱呢
帮助我哋。所以难怪呢个诗人咧，前面佢讲佢话向来我哋倚靠神，到最后咧佢讲嘅说话，我觉得非常之有意思。你有冇睇到最后嗰个说话咧？我将佢放喺嗰个引号嘅里边啊。佢唔再系一种描写嘅，系一个直接嘅祈祷嚟噶。佢话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几好啊，系嘛？啊！喺我人生嘅里边，我遇到人生嘅困境，又遇到啲咩大好大嘅事情，我哋最后祈祷就话：神啊，求你按照你嘅旨意成就你嘅意思，唔好成就我哋嘅意思。呢个学习嘅过程嚟嘅，吓，但唔容易讲噶。吓，你考会考嘅时候，主啊，愿你旨意成就，唔好成就我嘅意思，成就你嘅意思。哦，系咪咁祈祷啊？如果你肯咁祈祷嘅话咧，你就真系知道咧，要交托俾神，系嘛？你要你嘅婚姻嘅问题，你嘅事嘅问题，人生嘅中大嘅问题，你要话让主嘅旨意成就，只要系荣耀主嘅名，让神嘅名得荣耀，咁样嘅心意咧，先至系最好嘅。啊，时间已经到啦，所以呢个诗人最后嗰个祈祷咧，系非常之好嘅，佢能够将佢一个心愿咧，向神有一个回应，求神。按照你的恩典向我们施行慈爱。这处有一个说话，我听过之后觉得非常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 living trust？ 有没有？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叫什么，是不是叫生前寄托？是不是叫做信托？信托不是寄托，生前信托，即是早准备，即是不是只是年纪大才做的，后生都要做的，因为如果你细蚊仔仲细嘅时候，如果有咩延期咩事咧，你都可以有啲安排啊嘛，系嘛？咁呢个人就话，其实我哋人人咧都有一个生前嘅信托嘅 ，because we trust in a living God， 啊，系嘛？呢个就系咯，如果你相信呢个活嘅神嘅话咧，你就有生前信托，几好啊？咁你有冇啊？有，我哋个个都有位活嘅神。是我们一生的寄托。弟兄姊妹，你说了，我们现在处在美国这个地方，如果你是美籍的华人，就算你未入籍都好，那你无论你是什么地方什么国籍都好，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有福的国家的里面？我们呢今年特别是大选年，不单止是美国的问题，更加影响到现在出面的战争，很多的政治的变幻，我哋需要求神帮助我哋，我哋尽我哋自己嘅责任，为美国祈祷。今年嘅大选，你要去参与，求主帮助你，按住你嘅祈祷，按住你嘅心愿，点去投票？如果你唔知点投嘅话咧，就睇下林修荣嗰个网页啦，佢会帮助你噶啦，睇下佢嘅网页啦，我信佢讲嘅嘢好多嘢都系好好嘅，非常之好嘅，这个呢不讲多了为中国祈祷，因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这两个国家是打得最犀利的，斗得最犀利的，苏联那些是湿湿碎的，他打赢又是输，打输又是输的，他不会有好结果的，是吧？这两个呢是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来的，为这两个国家祈祷，为世界祈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自己独善其身的，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发挥我们做基督徒作盐作光那个责任。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恩，因为神让我们活在一个平安的国家的里面，求主继续保守看顾，让这个国家真的成为一个属神子民的国家，能够发挥正义，发挥慈爱，发挥对这个世界能够产生影响力的这样的力量。恳求主怜悯我们，将未来的大选，将世界的情况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就，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哋感恩
阿葉牧師喺我哋當中啊。葉牧師咧係呢個舊約嘅學者嚟嘅，咁啊佢舊約對舊約好精通。咁即係我哋一堂嘅時間，佢能夠可以將整卷嘅即係33篇嚟到係同我哋分享，我哋好感謝啦，就俾我哋再一次係去到係啊曉得喺我哋生活上邊有好多大大小小事情發生，但我哋都係即係知道所掌管嗰個係我哋嘅主，係我哋嘅神，唔係任何一個即係世界領域一啲地方。我哋求主求主幫助我哋喺每天過我哋嘅生活嘅時候咧，我哋多多倚靠主，成為我哋生命嘅力量嚇。咁落嚟時候咧，我哋咧亦都有呢一個咧係咧係啊以奉獻嚟到作敬拜。咁如果你預備咗奉獻嘅咧，後邊我哋有奉獻箱喺後邊啦。咁亦都盼望弟兄姊妹係盡我哋即係神所托付我哋嘅責任。其實神嘅事工，我哋係需要咧係繼續係去向前去發展，以致神嘅事工咧係唔好係斷纜。咁啊，亦都係啊考驗我哋每個人對神嘅信心啊。雖然話好似我哋擺上。哎呀，好肉赤啊！初我同我仔講話，你而家咧奉獻十分之一咧，你覺得好容易啊？因為你我每個星期我俾你$50，咁你即係啊奉獻$5，咁啊你唔覺得好似咩肉赤？我話當你揾到500,000嘅時候咧，你奉獻十分之一嘅時候咧，你會係點咧？咁樣嚇，我話我就係希望咧，而家由細咧就係咧。幫助我的兒子呢，就是呢去倚靠神，曉得呢是知道呢所有財富都是神那裡來。那我們為這個奉獻來做一個祈禱啦。我們大家，我們親恩主，我們獻上感恩，你能夠是托付這個責任給我們，能夠可以去擺上的時候，亦都係睇到主，我哋去真係喺實踐上邊，我哋去依靠你，依靠你成為我哋生命嘅盼望同埋力量，讓你成為我哋生命嘅全部。我哋獻上一份嘅感恩，禱告祈求，奉靠救主基督耶穌名求 ，Amen。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嚟到係歡迎我哋第一次嚟到灣區華人聖經教會嘅新來賓啦。喺我哋當中有冇第一次嚟到我哋當中嘅新來賓咧？有你舉舉手俾我哋認識下，有冇啊？咁我希望咧，大家咧藉著一啲機會咧，能夠再一次邀請到我哋嘅身邊嘅朋友啊，我哋嘅家人啊，嗰啲啊嚟到教會當中。咁特別咧就係咧呢個光輝歲月呢個金曲音樂會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係嚟到係咧係啊。你可以帶你啲朋友一齊嚟去係有一個開心嘅晚上啦。咁當天嘅晚上咧，會唱好多嘅即係70年代啊、80年代啊、90年代啊一啲即係耳熟能詳嘅中文歌咁啊。咁希望咧大家咧盡興之餘咧，能夠咧可以咧係帶到一啲嘅朋友喺我哋當中，而且咧呢班人咧係咧，我相信咧有啲人咧可能對教會係好陌生嘅，覺得教會係一個好沉悶嘅地方，咁亦都係盼望咧佢哋有個改觀啦，咁有少少福音嘅信息，唔會好重嘅，咁就俾大家要留意。咁當然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咧係有人信耶穌啦，咁樣嚇。咁今日咧開始係賣飛噶啦，咁咧喺記住咧，出咗去之後咧，左手邊小禮堂外邊，因為咧出邊你入嚟嘅時候，你見到好多張台啊，今日好旺啊出邊，咁啊喺小禮堂外邊嗰度咧，就係喺嗰度係正式賣飛嘅，咁啊嚇。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出邊咧，我哋有一個嘅係英文，即係全教會啦，但係以英文為主啦。咁當然啦，亦都有啲係我哋講廣東話亦都可以幫手嘅，就係一啲包括一啲嘅特發嗰啲啊，或者係兒童事工啊，咁出邊你都可以睇到一啲嘅我哋今日嘅事工日，咁啊能夠推介事工，咁可以完咗你可以留步，咁依個應該係第二堂崇拜之後嘅嚇。咁呢個青少年夏令營咧，佢哋而家咧正在收集一啲瓦通紙啊、紙皮啊、紙卷啊，能夠咧係喺佢哋活動嗰度咧可以用嘅，咁你有嘅可以攞翻翻嚟啦。咁啊，拎去呢個嘅呢個體育館裏邊咧有個箱可以收集嚇。另外咧，我哋咧呢一個嘅係
叫做寄養灣區呢個教會有個事工啦，呢個事工係同亦都係推介呢一套戲啦。呢一套戲將會喺7月4日上畫嘅，咁係一套講及咧22個家庭一個小鎮呢個能夠嚟到點樣嚟到係去嘅係照顧呢一班77個。的孩子你成為他們的寄養兒童，有機會你可以去看這套戲的。另外呢就是我們的家庭托付是7月21日啦，現在可以開始接受來註冊的。跟住另外呢就是7月7日的時候呢，我們主日學有個升班日，細個我的時候呢就是呢升班呢覺得是很開心的時候，我希望呢我們的主日學的學生，呢啲係講係啲係小朋友嗰啲嚇，咁我哋成人主日學咧，都你又可以升班嘅，你可以轉去第二班去學習。咁記得咁咧嗰日咧會係咧啲班房會貼咗一啲嘅告示啦，同埋咧你可以去呢個主日學嗰度嚟到查詢。咁完咗之後咧，我哋有主日學班，唔同嘅主日學班，我哋成人主日學班，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夠揾到一班喺當中一齊彼此學習嚇。咁我哋將時間交俾我哋嘅敬拜隊嚟到係帶我哋唱歌，好啊，一齊唱啊！咁我哋一齊起立好嘛？嚟唱一隻歌叫《耶穌恩約》。耶穌是我親愛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可但劝你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或遇思念，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我主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亲爱的主，我哋嘅神，我哋献上我哋嘅感谢，主你俾我哋有机会，以我哋嘅歌声，以我哋嘅口，你俾我哋能够去唱歌，又让我哋从心底里边去发出一份对你嘅敬拜，对你嘅赞叹，让主你得着当得嘅荣耀，让我哋系因着主你，我哋每天都过着一个满足嘅生活，让到你与我哋同在，保守我哋每一个人有健康嘅身体，继续有机会嚟到系侍奉你，亦都系俾我哋有机会去到接触一啲未曾认识主你嘅人。求主你俾我哋能够可以系放胆开口嚟到系同人哋去邀请朋友嚟到系去参加我哋教会一啲嘅活动，以致佢哋都能够可以同我哋熟络，有机会嚟到系去认识主你。我哋落嚟嘅时候，我哋有主日学班，求你俾我哋喺课堂上边去学习到你嘅话语，而且系信靠主你系会成就。我哋都系将落嚟时间完全嘅摆上，求你保守，祷告祈求，奉靠救主基督耶稣名求， Amen。下个星期见。
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好，但愿你能像万事带到主人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百百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来到主人座前求。或遇思念，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人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人座前求，来到主人座前求，来到主人座前求，求求 Amen。
Hello. Sound check. Hey, Kenny. This is a mic. This is a mic. This is potentially a MC mic. Check, check, check. 1, 2. 3, 4, 5, 6, 7, 8. Who do you appreciate? This is a mic. Sound check. Okay. Preacher's mic.